华五千年，魏辩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大石西征，辽天祚帝保大三年，亦都即系金太祖天父七年，宋徽宗宣和五年，公元1123年农历年初，金国大将黏罕领兵攻入居庸关，当时负责镇守燕京嘅辽国王妃萧氏同埋大臣萧干、耶律大石等人，见大势已去，决定放弃燕京，率领残兵败将投奔藏匿喺阴山山区嘅辽天祚帝。于是辽国嘅五处京城同埋所有州县城邑都被金兵占领。金兵攻入燕京之后，金太祖阿骨打率领文武官员进入燕京城，一方面出兵狩掠燕京一带嘅财物，另一方面派人同宋朝交涉燕京同埋邻近州县嘅归属问题。结果宋金双方达成协议，金兵退出燕京同埋西京大同，宋朝就出钱筹搭金国，接管燕云失地。到咗四月，金兵开始撤退。金太祖阿骨打喺退兵途中忽然染病，八月初喺一处叫做布岛洛嘅地方病死，当时只系56岁。布岛洛位于今日吉林省北部松花江同乱江汇合处附近的扶余县，今日仍然称为白都南。金太祖阿骨打病死之后，女真的将领酋长推举阿骨打的弟弟吴乞买继承帝位，成为后世所称的金太宗。金太宗吴乞买将年号改为天会元年。关于金国的情况和金宋之间的冲突，我们留返以后再讲。今日我们先讲述下辽国在燕京失陷之后的情况。辽国王妃萧氏率领残部退出燕京之后，投奔阴山，由耶律大石押后保护。耶律大石领兵攻击奉圣州，吸引金兵的注意力。金国大将袁颜流失领兵围攻大石，将大石生擒，而王妃萧氏就安全脱险，而且找到天祚帝。但是天祚帝不满萧氏的丈夫王叔耶律顺曾经在燕京称帝，竟然将萧氏处死。耶律大石被金兵生擒之后，被迫带领金兵搜寻天祚帝，冇几耐攻入天祚帝的藏匿地点，俘虏了几个王妃王子，而天祚帝本人及时逃走去了应州。金国将领见耶律大石大路有功，对他稍为松懈。有一日，又有咩事咁心烦意乱啊？唉，夫人，今日我又奉命去侍奉占罕大人佢哋饮宴。
我哋身为俘虏，做牛做马都冇说话好讲啦。夫人，你有所不知，詹罕大人又逼我同佢捉棋，捉到一半，佢忽然面色大变，话我每一仗都令到佢冇办法招架。佢真系咁样讲？嗯。我实在唔应该太露锋芒嘅。你认为詹罕佢哋会唔会对你不利呢？嗯，睇佢嘅神色，佢可能已经对我动咗杀机。咩话？动咗杀机？系。咁点算啊？夫人，事到如今，走为上计。走？系。金兵防卫森严，我哋点走啊？要逃出生天实在不容易，不过与其留在这里等死的，不如判死一试。如果你一个人走，就比较容易脱身，可惜还有我和几个仔女呢。唉，这都没法子的，难道要我留下你们吗？我就是这样想。啊，明天一早我要去军营里面洗衣服，金兵见到我在这里，一定不会对你起疑心的，到时你就看准机会尽快逃走了。夫人，我怎可以抛弃你们几母子呢？大丈夫应该处事决断，与其大家一起等死，不如由我掩护你逃出生天。不得的，这叫我于心何忍呢？人始终要死，如果你白白送死，仲点可以为复兴大辽尽力呢？复兴大辽？嗯。唉，你能够逃出生天，召集兵马，复兴大辽就有希望啦。系，为咗复兴大辽。不过，夫人，咁样实在太委屈你啦。我哋已经身为俘虏，生死都由金人操纵，仲有咩说话好讲？大石，你走啦！生死有命，我哋来生我只可以重聚嘅。夫人，我一定唔会辜负你。岂有此理！耶律大石去咗边度？请将军息怒，佢一定系奉命去咗其他军营嘅啫。乱讲！詹罕大人已经派人去各处军营搜查，都唔见佢嘅踪迹，佢一定系暗中逃走嘅。吓、啊，大石走咗？唔会啩？你唔好诈傻，你系佢嘅妻子，一定知道佢嘅下落。我今日一早去咗军营洗衣服，点会知道大石嘅下落呢？詹罕大人有命，如果你唔讲出大石嘅下落，就乱棒打死你。我唔知啊，我真系唔知噶。岂有此理！唔知系嘛？好，人嚟，有冇打？
启禀陛下，微臣耶律大石自从在金营走甩之后，历尽艰辛寻访到陛下居家所在，即刻赶来追随陛下左右，辅助陛下光复大辽。嗯，是啊，陛下，大石林牙他对陛下忠心耿耿，为了追随陛下宁愿牺牲妻儿，实在值得嘉许啊。大石对朕忠心，哼，乱讲啊！当日他在燕京有份拥戴耶律淳潜清帝号，是乱臣贼子，罪不容诛。启禀陛下，微臣当日在燕京拥戴皇叔耶律淳，是因为陛下消息隔绝，国家不可一日无君。皇叔为了方便号令兵马，安定人心，不得已潜清帝号，实在是权宜之策，陛下怎能够因此责怪呢？咁你哋守唔守得住燕京啊？陛下，燕京只是一座孤城，外援断绝，前有虎豹，后有豺狼，而且在危急关头，国药师背国投敌，微臣又怎能够坚守啊？咁即是失职误国。咁问陛下，陛下继承祖宗基业，拥有五经六府、156州、209县，今日已经全部断送，令到百姓生灵涂炭，咁又该当何罪啊？你好胆！人嚟，将耶律大石推出去斩首示众。陛下，耶律大石是大辽的忠臣，他全心为国，如果陛下杀了他，会令臣民失望啊！陛下，微臣早已置生死于度外，陛下要杀的微臣绝不扣饶。哎呀，那又何必呢？国家今日正是用人之际，陛下应该有用人之量啊。哎，好了好了，朕就看在各位公卿面上，免大石一死，留他在这里戴罪立功。谢陛下。大石林啊，最近有几个漠北的部落酋长来到朝贡，他们表示愿意出兵勤王，天造皇帝非常兴奋，看来我们大辽有机会复兴了。哇，你啦将军，所谓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金贼的骑兵骁勇善战，而且号令齐一，只凭几个部落几千兵马，怎可以打败金兵？陛下他昏庸猜忌，又自以为是，如果贸贸然出兵的，恐怕连残存的兵马亦都白白断送。大石林啊，你认为不应该同金兵决战了吧？金贼已经根基巩固，以我们今日的兵力，实在不是他们的对手。但是天造皇帝一意孤行，我们不可以违抗的。哼，天造他自取灭亡，败坏我们大辽的江山，凡是有志之士都不应该再追随他的，我们应该出去另创一番事业，复兴我们大辽。没错，我们要趁早离开阴山，另创事业，以免被天造所误。是，哇，你啦将军，你讲得啱。咁我哋应该去边度发展？漠北嘅乃蛮部同埋西域嘅西周回鹘，都系我哋大辽嘅藩属。我哋可以向乃蛮回鹘借兵，等待时机复兴大辽。好，
我哋立刻约齐志同道合嘅将士向漠北进发。耶律大石在辽天造帝保大四年七月，带领大约200个志同道合的黑丹将士脱离天造帝，向漠北方面进发。漠北即是今日的外蒙古一带。耶律大石在漠北号召各游牧部落酋长出兵勤王，得到大王失位、迪辣、避古德、乌古里、左卜、唐古、系的等等18个部落支持，推举耶律大石做首领，结成一个有10000骑兵的军事联盟。大约同一时期，即是辽天造帝天宝五年二月，金国大将袁颜流失领兵攻破天造帝在阴山的最后据点。天造帝企图投奔西夏，被袁颜流失发现，将他生擒，于是辽国正式灭亡。当时是公元1125年，亦都即是金太宗天会三年、宋徽宗宣和七年。辽国一共有9个皇帝，立国200多年。辽天造帝耶律延熙被金兵俘虏之后，被废为海滨王，安置在金国的上京。耶律大石在漠北听闻金兵已经生擒天造帝，而金兵对他在漠北的活动十分关注。他知道要打败金兵恢复辽国国土已经无能为力了，于是决定率领部属向西域方面发展，由漠北前往西域必须经过西周回鹘的游牧地区。于是耶律大石向回鹘王毕勒哥借路。毕勒哥大王，耶律大王，本王率领部属去西域的大食国向大食国借兵复兴大辽，今日路过贵国地界，希望大王能够借路容许本王的兵马过境。耶律大王，我听闻说你们大辽国国主已经被大金国俘虏，大辽国已经灭亡，你同我借路究竟有乜嘢用心啊？毕勒哥大王，大辽国主昏庸误国，被金贼俘虏，但系我哋大辽国嘅臣民仍然不忘祖宗基业，凡系耶律氏嘅子孙都有复国嘅心愿。本王系太祖阿保机黑汗嘅第八世孙，得到大辽臣民同埋漠北各部落酋长嘅拥戴，在漠北地方恢复大辽国号，可惜兵力不足，难以同金贼对抗，所以希望向大食国借兵，恳请大王成全。好，耶律大王之气可嘉，我毕勒哥非常钦佩，但是本王不可以无缘无故借路给你吧。大王，我大辽太祖的皇后是回鹘述律部的公主，大辽和回鹘修好200多年。在太祖的时候，金州回鹘的首领阿主姆克汗曾经派人到大辽国朝贡，自此之后回鹘的使者商人经常去大辽的京城，受到大辽官吏优礼。大王，你怎可以说没有借路的理由呢？好，讲得好，耶律大王，你能够讲清楚我哋两国交好嘅旧事，佩服佩服。过奖。好啦，我决定借路俾你，仲送一啲牛羊马匹俾你，作为我哋修好嘅礼物。
咁就多谢不勒哥大王啦。诶，乜说话乜说话？人嚟，前言，遵命。耶律大石等人得到西周回鹘首领不勒哥的协助，向西域进发。西周回鹘控制今日新疆东部的吐鲁番、哈密、乌鲁木齐一带，焉支、鸠兹等国亦都臣服西周回鹘，所以西周回鹘是当时的西域大国。西周回鹘以西，即是今日新疆西部的伊犁，南部的余田、喀什和苏联的中亚地区一带，有一个黑汗汗国。黑汗汗国又叫做大石国，或者叫做桃花石，是由一支信奉伊斯兰教，即是俗称回教的突厥人所建立的政权。大石国向各处城邑征收重税，令到百姓十分不满。耶律大石向大石国借兵，被大石国拒绝，暂时屯住在沉思干附近。沉思干即是今日苏联的撒马尔干。大石国王率领十万大军围攻沉思干。耶律大石见敌人阵势混乱，派大将萧滑里辣、耶律松山等人出击，大败大石国兵。于是西域各国改为降附耶律大石。耶律大石在西域重建大辽国，即是历史上所称的西辽。大石自称天佑皇帝，又称为谷儿汗，改年号延庆元年，当时是金太宗天会十年，宋高宗绍兴二年，公元1132年2月。西辽国首都设在伊瑟克湖附近的虎斯瓦尔朵。西辽对西域各城邑的统治比较开明，不派人直接治理，任由当地的首领长老管理地方行政。而西辽国只是每年派人去各城邑征收赋税，所以政权比较稳定。西辽国存了五个国君，立国大约80年，后来是被成吉思汗所兼并的。中华五千年之大石西征，是由李德能、朱曼子、刘超文、蔡雅阁、陈炳球、温泉、翟耀辉和林有荣这么多位联合播演的。